荷地歌姬 Serini 上个月去了欧洲度假，除了同 Wyman 见面，利珀树周围游览，顺便吸收下创作灵感。他现在身在荷兰，这日找到老友金毛拎做导赏，带他去由子弹厂改建而成的艺术馆看展览。会不会很黑的？你问下啲人知道啲咩啊？总之他说 spiritual experience， 我几惊啊！好黑啊呢度，街你好似变件机，佢哋睇唔到而家，影嚟睇下。唔要，你唔好离开我。我咪要转一下。你唔好惊啊！行入去先，行入去先。系咪有啲黑啊？真系好黑，好惊啊！好惊，我唔要向住嗰边啦，好惊。嗱，大家睇唔睇到后边有啲咩古怪？好恐怖啊！我唔要望嗰边。要行前一步了，我哋要 level up。你把自己夹住架，你自己行前面俾佢睇，你好惊，我又惊啊！见唔见到啊？吓，点解你会吓？嗰粒系玻璃嚟噶？系啊，系一块玻璃嚟噶。佢哋唔系你唔使惊噶，佢哋有玻璃，佢冲唔到出嚟。黐线噶，我哋做咩啊？不知道看得清不清楚呢？我看到个人，你快回来了，你快回来了，我要走了，我要走了，过来见 artwork 咁诡异，又难怪 Serini 惊到咁嘅。其实个艺术馆仲有好多展品，睇下其他嘢定下惊先啦。嚟到呢个沙池 ，Serini 就多咗个新 title 啦。我哋系有份系做呢个 work 噶。Landscape designer， 咁好啊！我哋系咪可以叫自己 landscape designer？ 系啊，你捉几下就 OK 噶啦。Shit， love it。继续啊。跟住。佢而家起紧座山俾我。She is making me a mountain。但系咧都几大层噶，呢啲系咩沙嚟？呢啲系喺对面，你可以影俾佢哋睇，喺对面运过嚟。点解有人整咗粒咩嚟噶 ？What's that？What is that？ 呢个 landscape designer 整咗啲乜？嗰啲咩英国嗰啲咩 ？Oh my god！ 佢整咗啲咩 landscape 啊？呢个人推到推到 ，Oh my god！ 呢个，我觉得我哋喺条街度咧，就可以叫自己做 landscape designer， 好搬嚟，靓哇正！呢个你要加啲嘢，加粒石俾佢，俾粒石佢。我哋 landscape designer， 我哋加翻自己嗰个 job title 啊！我唔单止系一个唱作人，同埋一个歌手，我系个 landscape designer。呢度好多绿绿 energy 啊！好绿啊，真系。旋转 with you， 喂。舒妮妮置身在这么多这么有生命力的作品前都特别沙猛啊，还不停跳舞，听时都问她是不是想转做唱跳歌手。还有你知不知道真美作为一个男人她叫什么名字？谁？真美如果是一个男人她叫什么名字？一个香港的打工仔，西装友，即是姓什么的？她叫 Jimmy。 多谢 Serini 这个 get， 导赏姐姐都礼尚往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冷知识。如果你不是困住在牢里面呢，即系你前面如果假设有条锁匙咁样啦，跟住你就伸只手谂住去攞咁样啦，系咪？咁咧，其实咧，你嘅手系有个 limitation 噶嘛，系。但系其实有个 trick 咧，可以令你手臂突然之间变长。点样啊？跟住咁样啦，伸条嘢出嚟，跟住就只手就会即刻长咗。系。呢个系一个求生嘅秘诀。OK， 希望大家今日可以记得，然后咧，第日迟啲有用嘅时候用得着。如果你在超级市场咧，嗰啲嘢太高咧，跟住你争少少咧，你都可以用新条脷出嚟攞，跟住唔使咩叫人帮手。系啊 ，strong and independent woman。好搞笑，跟住俾人捉到做嘢，好惊。伸长只手，跟住之后咧唔够长就好失控啲，好失控啊！我哋咦，试下先，又好似真系 work 喎。